哎，大哥，大哥好，早晨，早晨。咁啊，而家大陸時間咧就係點鐘啊？凌晨嘅1點鐘。咁我哋呢度咧就係九點幾鐘啦。咁好啦，咁啊係週五嘅上晝啊。好啦，而家咧就係一早起床之後咧就食碗粥啊。琴晚咧就係煲咗一大盎粥嘅。咁今日咧就係食粥，好嘅啊，裝碗粥先又。沖一啖嗰啲咁嘅鐵觀音茶，咁先食粥先。啊，又繼續記錄生活啊，記錄生活每一日，每一日咧喺呢度咧就係咁生活嘅。啊，出去飲茶咧，今日唔使注意啊，今年都唔使。啊，不過廣州咧。啊！啲茶樓啊，全部都已經係開放咗俾人飲茶噶啦，就冇話好似我哋美國洛杉磯咁樣，全部都未有去營業嘅，啊，只係外賣嘅啫。咁啊，所以咧就係美國咧呢個防疫做得好失敗啦，就係咁樣。早上食碗粥都幾爽下嘅，即係清腸胃咯。咁啊，今晚咧唔知出唔出車，因為今日星期五啊，星期五晚上啊，今晚唔出車就聽日。咁啊，等通知，等電話，幾時出車？幾時出車啦？哎呀！呢碗粥都可以，啲味道唔錯，一白粥啊嘛。都係呢啲咁嘅鳳爪、雀爪啊，味道好啲，都係呢啲。喺度喉腸就乾殘殘，加咗陽光咪好犀利。佢因為啱起床啊，所以唔知道嗰啲氣温點樣。不過一間中午咧，自然咧就會熱嘅。因為而家咧啲氣温咧仲保持，仲可以即係接受得到咯，即係唔使開風扇啊咁。昨晚就喝了三瓶啤酒，今天喝一杯茶先。今天早起床，八點多鐘已經起床了，好像好像未睡醒一樣。這樣吃完東西，吃飽肚，今天繼續休息。沒什麼地方去，懶，就在家裡。企咧都冇咩問題，咁啊睇下手機咯，睇下新聞咯，因為都好多新聞睇喎。不過睇新聞最咩都係睇中美之間嘅呢段時間啊嗰啲咁嘅新聞咯，仲有川普啊、拜登啊邊個做總統咯，咁好多人咧就想民主黨。即係上拜登上台咯，可能佢温和啲咯，温和啲，但係並非會話會改變啲乜嘢嘢。不過我哋呢啲人啊，都想得個睇嘅啫，亦唔想話即係評論呢啲係嘢啦。有呢啲都算係敏感嘅嘢，所以一般咧冇咩講啦。
仲係講翻嗰句咧，就係以記錄生活為主啦。我拍我嘅視頻，拍我生活相嘅啊，每一日咁啊，我都會以後會多啲咁樣啦，多啲啊，用呢種方式啦。即係鋪頭多咗，咁啊，自然咧就啊，即係拉近距離啦嚇，即係就唔使話一句話啦，隔住個太平洋咁遠啦，都係好真係太遠啦，而萬里之遙。不過如果我呢兩個月開大卡車嚟講咧，我走嘅路程咧，可能都係可以從洛杉磯到廣州都一個來回都有㗎啦，應該有嚇。一飽咗再一飽咗肚咧，再食就唔好味道，都盡量食翻呢啲咁樣。風罩啊！就冇啲水先。啊，都係呢個咁嘅，買翻嚟呢個保温瓶比較好啲。誒，入邊裝啲水嘅。以前70年代、80年代嗰時候啊，屋企啊，即係喺大陸嗰邊啊，廣州嗰邊啊，嗰時候要買水啊，2分錢一壺水。嗰時候仲係用嗰啲咁嘅。嗰啲煤啊，嗰啲煤啊，去煲水啊，而家就唔使啦，而家煤氣啊，電啊咁樣啊煮水咯，啊嗰個年代啊可以，啊一去不復返啦、啊、嗰、那個年代。琴晚。我做節目嘅時候啊，咁一邊飲酒啊，咁樣都講咗下啊，好多好多啲記憶咯嚇，人生又好似轉眼間，一陣間，一瞬間就幾十年啊，當然咧，我喺呢度拍嘅視頻講嘅嘢係認識我嘅，就係嗰個年代嘅人咧，咁啊。就有共鳴咯，咁啊好多啊，特別喺微信有啲係呢幾年喺美國加我嘅，咁佢唔一定係識得聽粵語嘅，啊咁啊有時啊聽得一頭霧水啦，特別唔識得粵語啊，係叫我講粵語。咁啊，叫我講國語啊！不過我有時候就真係冇咩好多嗰啲咁嘅嘢分享。而家嘢係生活就係咁樣嘅，生活好平淡啊！我當然好多大陸嘅或者睇我喺 YouTube 上嘅視頻講嘅嘢咁樣，咁佢都好想啊了解一下啊美國嘅情況，冇嘢㗎，冇錯。想了解好多啦，好容易啦，大把。所以人哋講咗嘅嘢，我就冇咩必要啊，再重複講啲嘢啊，就見仁見智啦。邊度生活啊，你只要覺得開心就冇咩問題。啊、有啲嘢嚟講，即係有啲正如所講嘅得唔到嘅嘢，咁你可能就會覺得即係好好奇啊。好強烈想得到就係咁，
所以你即喺呢個視頻度咧，我本來唔想講多嘢。我哋拍呢啲咁嘅視頻咧，啊，純粹咧就係幫遠方嘅親人保平安啊，喺度抱抱頭啊，啊，盡量就係唔好話因為離開咗家鄉咁多年啊。搞到一切都陌生，都用這些視頻去維繫著親情友情，方方面面，這裡是一面窗口，一個窗口來的。就算我自己重重複複嘅，重重複複啊，咁樣去講啊，都冇問題咧。最緊要我喺呢個視頻嗰度咧，就寫明咧係今日係咩時間、咩日期啊。比如今日28號啦，最新嘅視頻，每日更新。咁開始咧都係會睇嘅，而且我就算我揸我大卡車嚇，我都係以一個風景啊，幫自己路面啊。結合，唔好單一，唔好拍視頻，唔好拍啲公路太多，啲公路冇咩好睇頭嘅嚇，咁我都會咁講解。當然喺屋企講解同埋喺車上講解又唔同，喺屋企講解我而家係一個人喺屋企，一早喺屋企，我九點馬六講乜都得，反正有呢個人喺度得噶啦，有呢個人喺度得，呢個就係、是、我琴晚講嘅叫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就係突出咗一個重點，就係你要蒲頭，知你講啲乜嘢嘢一啲都唔重要，唔重要，就食啲辣椒先。這些叫自言自語，自得其樂。到了這個時候，年齡一般都不在乎其他事情了，只在乎你自己想說什麼就說什麼，很多事情我都在看法了。該講乜嘅，唔該講乜，就係咁樣講法。每日就係每日對住個鏡頭就講，咁 OK 噶。非常之因為每個人有每人嘅生活啊嘛，每人有自己生活嘅對生活嘅各種睇法噶嘛。你冇得話複製啊！別人點生活，邊個啊甲乙丙丁，各人嘅生活，各人一套，各人追求嘅嘢唔同啊！我有我嘅啊，呢啲咁嘅玩法，係咪一種自得其樂啊？啊，就係咁啊！去到邊度都係一樣啊！哪怕你唔好喺洛杉磯生活，你話喺夏威夷生活又好，喺大陸生活又好，喺邊度生活都好。都用呢種方式，保持50年不變，永遠都係咁樣。滴滴嗲嗲，滴滴嗲嗲咁啊！咁啊，當然我熟雞噶嘛，雞都唔斷。哎呀，我都飽咗，仲諗住仲喺度夾嘢食添啊！你今日？第一集第一集，咁我停一停先，咁啊陸續又嚟嘅，咁啊方便啊嘛，其實好方便啊，拍錄像非常之方便嘅。